古仔顶硬上煲冬瓜，曲线撑粤语。只要幻想新开发的节能轮胎，同样多的油量，车辆比以前跑得更远。想节能，轮胎能。呢、这个广告睇到烂啦、估唔到事隔一年，古仔再现身游，试下唔睇字幕。参加百事我创活动，你的胶片将有机会出现在全中国超过1亿个百事中国队纪念冠上。沙喜看到我，用你任何的方法摆出一个支持中国队的表情，你就有机会成为百事我创我要上冠古天乐去唱赛者。虽然讲得好辛苦咁，但又真系进步咗好多嘅。你又估到几多啊？网民将呢个百事广告放上网，即刻 hit 到爆。唔少人留言话，古天乐顶硬上讲煲冬瓜，其实系特登嘅，实际系支持广州话至真。又系噃，咁嘅普通话水平都可以出街，仲全国都睇到，唔通佢系撑广州话嘅无间道？不过一提起港式普通话，佢两个先系鼻祖。我为什么1969年加入股票市场啊？两年功夫赚了20多万啦、不是我聪明嘛？本人崔世安，谨此宣誓，本人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。够经典咧，真系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嘞。